但弟弟就是太久没有穿这种蹦臀裙，勒得我的屁股绷得好紧，坐在这感觉要勒出一大坨的肉肉了。不到两点钟后，小乌鸦有没有还不起泡？有，有的，下次可以穿给你们看。等我把那个裙子买个胸针给它卡一下，它有点开口开得太大了。它那个 V 到这里来了，给它定一下不穿。立起来，今天这个裙子是水学院风吗？讲起来不行不行，讲的嗓子疼哦。哎呀，这裙子真的好紧啊。如果我再去修一下的话，会不会更紧啊？好像贴贴啊，太紧了，可能贴太粗了吧，好紧啊。小肚子，就是大腿跟，就是你坐在这里，你的腿的整体触这里，我就说你们理解吗？就是在大腿的整体处，就是你坐在这里的时候，那个位置它就绷得很紧，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屁股太大了？对对，就是我屁股太大了的原因。我这买的就是 XS， 我的腰都大，但我屁股刚好，没办法，就是天生大屁股。晚上好，真的很生气，这你看是，它是哪里勒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就是在这里，就是你看你这样一坐，它这个它这里就卡住了，这里这一条线这里就很不勒。你说胖我怎么可能会胖呢？你看我这里还是大了挺多。我的腰还是很大的，
没有练屁股，真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屁股可以练一下，可以浅练一下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腿就是粗，是不是腿吃胖了？还是我太久没有穿这么烧了？要不然就是我太久没有这么烧了，刚烧，他有点不太习惯。别的不大，就屁股大。前穿的是前两天穿的那一条，我也没有穿够几天，不能换。看就不当，用就当。也很危险，哪里危险了？24号上岸，一定可以的，加油努力！就瞅你天天来我直播间打卡这么勤，你就是个跟着苗红的好苗子。就瞅你们天天搁这白嫖嘟嘟嘟，我就觉得小学你都不一定能毕得了业，实在不行，我可能考你1+1等于几，你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我问你目测是什么罩杯，你应该打得很快吧？多看书，少看我。红总的火箭，红总没有接火箭了。谢谢我练红总的火箭，天哪天哪！练红总那天有空音了，你私信一下我，找一下我。谢谢我练红总的火箭，谢谢。
好像第一次在斗鱼送火箭就是送给我，刚看了一下，应该是第一次给我的吧。我会好好的，让你第一次吗？剪一下，对，我的刘海可以剪一下，但是今天我去问了一下我托尼，没有时间帮我剪，谢谢你的工作，谢谢。为什么我很高冷？我也没有很高冷。Thank you.
这样全部弄出来呢？他这不没有要真的长期吗？没有卡着吗？我去垫个大奶奶回来。我每天都在想，我刚偷吃了个三文鱼。我晚上买的三文鱼，然后我刚才偷吃了几片。就是那个夏威夷，等到花都谢了，喝杯卡布奇诺吧。贷款批下来了，庆祝一下。做点点小天什么声音呀？我可以给你点播一下哦。是直播哦，宝宝。看一下上面时间。果然不愧是我的弟弟，一点就点的都是会扣分的项目。偷偷摸摸的做才有刺激的感觉吗？
欢迎宝贝弟弟哦。个睡觉吧，可以吗？你们没用的东西，性格，我一看这表情就猜到你要伸舌头了，用进来的东西，已经预判了我的预判吗？心心相通，是真心吗？喜欢可以点关注，有表情的我可以。我坚持这一下主播姐姐哦，我们可以大拇指入下角，切换成嘴巴的视角。想要看的弟弟可以数一下就。Thank you.
谢谢我们小伟的班卡，谢谢文丽。接下去的等一下，留一个思念。